大家好，现在继续为大家来一场《三国之二》夏侯恩复仇版。现在魏延啊，现在换成了魏延。我们来看到一群大汉啊，一群赵甲兄弟围了上来。哎呀，看得头皮发麻呀！看到这一群赵甲兄弟太多了，感觉都是没有办法打过去的这里。你看，还有偷袭的。感觉一批要挂的那种，哎呀，根本没办法打，太多了，还在得往上上，这赵家大汉，不要！我去，换停了关羽，现在有，不要！好，再次扔起来。要移动着打，如果是被他的围被这群打的围到中间的话，肯定要死人的。不要！好，再来一个旋风斩。不要！哎呀，又掀了一下，是不是快要挂的节奏？关羽。我看到这一群人都头皮发麻，这么多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不行了，关羽不行了，这真的不行了，没血了，哎呀，直接撞一下，直接挂掉，太狠了。看关羽这一次还能行吗？哎，打下来一个锤啊！打下来一只锤，关羽可以捡起啊，捡起来的，这就好多了，也就伤害高一点。用锤的话，还有三个赵家大汉，在原版里面肯定没有这么变态的剧情啊！这个版本是太难了，真的变态。